最近还有啥好看的吗？偶尔会玩个恐怖游戏啊。我观众只有40到50岁的，真假的？我两个孩子的爸太强了吧，厉害厉害！感觉我观众群有这些，就是比较成熟的人。哪国？菲律宾。都熟透了，五安五安，3D 版激斗峡谷，干，看那到底三小，看打野是赵信，你在我们上面三角草看到。啊靠杯哦，中级520哦，完蛋，早安了，回归端游，回归端游超烂的。对啊 ，Hack 他现在都是那个啊，都在玩端游，我那个也有显示。好，换掉，很赚。你直接这样冲啊！那杰打野还有料吗？你去看我第一把玩的杰。你现在拉重播回去看我第一把完结，你就会知道有料还是没料了。我去玩屁桶了欸。干好爽，飞爱海妖，
感觉还好哎，力力冲击比较强吧。这把我不当前排，我队友就炸了。难得看到有选牙膏凯尔没爆线的，这好难得。感觉有机会。杀不了吧？那卡特。啊，我们都那么满血，是吧？哦哦，梅丽怎么还挂机？我刚好看错吗？他在原地不动哎。国一狮子，我怎么知道国一狮子啊？很强势，只有哪些特点？就一定是，一定不会是第一个进场，而且一定是有装备才打架。不然大部分狮子 W 通常的被动都会用在 W 上面，因为可以回很多血。卖下水饺吗？他妈跟战神一样，开跑开跑开跑！哦，反杀反杀！凯尔加油，凯尔！我相信你可以，凯尔！哇哇哇哇哇！好猛好猛！七一七凯尔哎，哇！我打了嘛，这游戏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717的凯尔。我没有国一，我没有任何榜一英雄过啊！别再说我国一啊，我根本没有榜一英雄过啊！我没办法一直玩一角色一直玩啊，受不了。等一点钱，好想哎、欸，好爽。